这场比赛开始了，好了啊，周恩对周恩对黑人马瑞，对周恩也是明年要就今年嘛，在战队联赛要登场的选手了，他也是加盟了 AX 战队啊 ，AX 战队现在有周恩和七星士，然后还有 Brink Niji 啊，这三位选手都可以是来打战队赛，还有那个什么 Masa 这些选手都是他们队的。我倒觉得 AX 今年如果打战队赛，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不是，我说找供应商这件事，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外地做比赛，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做的最好的肯定是上海这一块，就是做供应商这块。那肯定嘛。体系就比如说搭建舞台啊，或者这种其他这种服务的，做的最好的肯定是上海这块。然后比如说你在上海以外的地区，你要去做比赛，你出去，你找当地的供应商，你就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嗯。就经常会被坑，这个是真的。我们以前出去做比赛也被坑过很多次呀。坑到你都不敢想象有多夸张。封面爆炸，封面为什么爆炸？就这个你没有什么经验出去肯定是要被坑的。比如说这你嘛，也没什么比如说，就比如说哎，就很简单嘛，他告诉你提前你在那里提前三天交台的。哎，不，你不用说那么细。对，我就跟你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就是他你妈的一二三四五条，他说 OK 没问题，我保证怎么怎么样。就是提前三天交舞台给你，说好的提前一天可以彩排的，然后到了你妈比赛的最后马上要开了，他妈你看那个舞台还在搭，你他妈两个眼睛都歪了。总结三个字就是你妈不靠谱。是的呀，你然后比赛都要开，第二天比赛要开了，那个舞台你妈下午6点钟还在搭。所以一般来说最后就是变成什么情况，到最后就是变成什么晚上12点1点钟还在彩排，是不是嘛？你出去做过比赛都知道什么情况的，就不靠谱，就说白了不靠谱。那个时候你不可能换供应商，你不可能干嘛，答应你的事情没做到嘛，说白了就对，你也不可能换供应商，你就只能你妈的忍着。因为哎呀，我靠，这两个人他妈的这你妈可以啊，这两个人的动作一个围死神一个炸出来，不你到最还行吧你到最后就是什么嘛、哎、你到最后就是什么这种情况你就先忍着，到最后结账的时候你可以扣他钱。你妈废话，你只能忍着呀，我靠你妈 的你不忍着不可能换的呀，这个时候你到结账的时候你妈尾款你就扣他钱就完了。对啊，然后他做的那些人也是想过的，他妈尾款也想过要被扣的，反正就这么回事儿。举报黄土，这什么东西啊？这砍死你们妈的！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说封面换都换掉了。封面，你妈他们的广告呀！我靠，跟我们也没关系啊。开个盘呗，我你开了对吧？不，这个没开，这个不用开，这盘不用开。为什么嘛？下一场妈的黑人马运对你妈 showtime，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你就觉得黑人左恩稳输版吗？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左恩大概这两个人打左恩输的概率挺高的。左恩肯定没有刘建宏强呀，你要这么想呀，对不对？这。哥们，是实话，左恩肯定没有刘建宏强。三颗雷投出去，在你外面挂着，也不急，他要投吗？要投。好，直接切。一。二哎对哎哎呦还好买他左右边那颗买，哎呀还是炸到七个，他右边那个稍微买晚了一点，哎这个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啊，直接走了运输机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还好，如果运输机跑了的话，那这个左眼就亏了。他其实运输机该走的。
现在投 DA 都是你三个雷投，或许你摆一颗雷在外面，然后两个雷投主矿，然后走路雷。对，就走路雷嘛，走路雷是很难防的。我那个感觉没什么太多机会啊，没机会。这种黑人魔人防这个防的，左恩那天打那个，我记得打 Time 是3-1，打吕布不是把吕布完爆吗？对，3-0吕布，3-1 Time， 这盘可以看看黑人魔人跟他打是什么情况，说明他的 PVT 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比赛上，其实左恩好像打的挺少的，这没怎么出来打过。所以说会紧张，没怎么出来打过线下，他兵也没服，他没有服兵役，我问过，他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他就不去服兵役了。他年纪很小的，我们韩国人每个人他妈天生下来都会打比赛的，肯定也会紧张的呀。啊，那肯定的呀，那都是人呀，他妈怎么可能他们就不紧张嘛？他不紧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比你强太多了。那是嘛？你给足了压力，他也受迫性失误的，有很细啊，打的操作很不错，对，打的非常细。没有震撼弹吗？好像没有震撼弹。震撼弹刚好刚好，但现在这攻防是有优势的哦，有一攻的优势。家里面也没搞到东西，这黑龙魔人暴兵真的是，你看他永远人口还是领先的，反应还可以。上面再投一颗埋，反应不错，炸一个追猎，炸农民也行吧，也行吧，也行吧，还走了，我靠！正面装了，装了走了，可以。不，其实左恩这个部队组合没有太多输出的呀，在走。强，这几个立场上来，立场是什么意思啊？就上不来吧？妈的，开玩笑了，你上这个路口。本来他兵就比你多。哎，这个 F2 回来的，主要是强行憋一波的，他没科技的，待会儿。但人口还差的有点多啊，干嘛他哎，一攻哎，收太不是收的，黑龙马一攻一防了，一防呀，就而且人口也比你高那么多。哎，我告诉你，是主要有点打不过黑龙马，我看暴兵有点包不过。对，好了，走路雷这个很难反应，走路反应过来了，哎，刚好刷的。妈的，炸你插你也很烦啊！巨像建筑太晚了，这拳打不过了，这拳憋出来你人攻防是有差距的，打不过了。我承认这个作用的 blink 包括这个立场都很不错，操作不错，说真的打得很细，但是兵比 hero 门要少。Hero 人的 TVZ 其实挺强的，在欧洲真的是把 TVZ 练出来了。我看他 TVP 也不弱啊，相对来说 TVT 弱一点。好了，这边投一投侧面，他现在才下 BF 上攻防啊。不，他是强行暴兵来顶这个黑龙马人这一波的。黑龙马人其实两攻两防算是真的比较慢了。宁静也掉了，走不掉了。哎，好，
狗回城呐、啊，这什么东西啊？好紧张啊，这什么情况？哎，这多线被架成马了，这感觉太紧张了，对吧？我就跟你说了呀，不是每个韩国人他妈天生就上来就会打比赛的呀。这回城回的有点太那个，叫做反应过度了。这两个差还可以哦。好了，冷静打掉。哎、正面这一拳来怎么办？攻防。他什么战胜巨象的这个射程，然后出自爆球，他是觉得来不及吗？来不及了，他应该是先用这个钻，这你妈！哎，被反架了，尴尬了，这个反架，自爆球又炸不到，哎呦，炸到自己了，这你，哎，这个散，我靠，还行吧，虽然散的不咋地啊，但是还行，他刚好进入这一个圈，他没办法。家里面就被杀了，这个打不过，明显感觉打不过。换吧，我也不走了。这你们还打不过？他攻防高，没了，这再憋一拳直接打死了。马上黑龙门要两攻两防了，你一攻一防，他两攻两防，你巨象也出不来。本来在兵力上就有差距，两攻两防好了，还是多你这个一攻一防。这盘完全我觉得是黑龙马运靠基本功赢的，对，运营有点。你说黑龙马运在这个比赛里面有多么精彩的操作吗？我觉得也就这样了，这个操作。起操作不咋地，说真的。不，这怎么翻盘嘛？我靠，可以啊！这个拉的有点好。说他散的不咋地，他就给我们表演了一下。我靠，这波散的有点牛逼。可以，刚才这下有点风采啊，我觉得。巨象来两个，站不住巨象，光头上去就把巨象点。你妈，你点一个没血的呀！我靠，对啊。散一下这个巨像物，这个光头操作也太不细腻了，就靠兵多，兵多攻防高，你妈怼就完了。头哥爸爸，这头哥打追猎是真爸爸。那废话，全场压着打呀，就是。不过不重要，这黑龙马运的兵是源源不断在往前 A 的，这个就跟你打消耗，你也输了。就全场压着打的呀，这就是实力的差距，我告诉你。这左恩其实打的挺细的。打的还可以。这种什么鬼兵这种都已经画蛇添足了，那有鬼兵还是凶很多的，直接盾就清没了。 Hero 们 TVP 比他们打得好，我也觉得，可能在爆发操作上面没有他们好。不，但是我觉得 Hero 马运的 TVP 就给我感觉比他们要厚。对啊，就他可能爆发操作打的没有太不好，但是他的交战时机用兵，包括这个爆兵，就是运营。我觉得他爆兵要比李佩兰猛。对啊，这种稳定程度比李佩兰要打得好，就你让他占的优势很难被翻。眼皮又打中了。没了、啊、这个位置交战，这个神族怎么打吧？这个位置交战你差都发挥不出来，直接包个圆，哇操，好有气势，真打得有点好，真打得有点好。这黑龙马他交战的地点选的特别好，上半局也在同时进行啊，这个阿斯菲亚在现在在跟休泰姆打，
知道什么情况现在。然后下半区也会在二十五分钟之后再开始进行，他不会拖了，已经不会拖了，拖不了。对，你想他十一点钟开始嘛，就是他们那边波兰时间十一点开始嘛，那打的话打到个晚上十点钟，对吧？他们现在才下午三点好吗？卡图维兹啊，对对对，那还早呢，还早呢，有的打了。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有实力啊，他有特点，操作挺细的，对，特点很鲜明的一个选手，但是你说实力有多强嘛，感觉就这样吧，不算很强，凑合啊，是这样说。嗯，那他怎么赢吕布的啊？他妈的吕布，妈吕布腿起来你都不知道他怎么腿的。吕布今天跟你腿起来，你知道他怎么腿的？妈，四个人都能骑在他身上了，就是啊。你说的没错。黑人马运这个实力，现在就我现在看下来，他这个实力基本上他 WCS 的就欧美 WCS 嘛。基本上现在他是个至少是个八强的选手的实力，就分组好一点就是四强，对吧？对呀、啊，很强，我就告诉你很强。Hero Marine 忠诚大气，他为什么就忠诚大气了吗？你不是以前都看不起他们家欧洲小爵？啊，我一直那现在他这个实力可以是成大气的呀，也没怎么成大气，我还是看不起他。毛，你们现在已经很强了，好不好？不，他的上限还是有限，哼，他永远到不到一个顶级人族的行列。他现在是欧美顶级人族，那如果你要说你们欧美没人族，那我也没话说。顶级人族，那我去上厕所。成不了大气的，他这个基本功就上不了，不是基本功啊，他这个操作的这个爆发能力就上不了顶级人组。Clam 比他有前途多了，你们信我 ，Clam 绝对有机会成大气。叫 Hero Marine 真的是没有机会成大气。收了黑尔某人黑钱，哎呀，我跟你们说，一个顶级的人族选手他必须要有断手的能力，就那种操作那种感觉他必须要有，黑尔某人不具备这个能力，他就跟梅姐是一样的，打理解的，打理解打炮兵打运营的，这种选手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人族选手，但永远成不了顶尖的人族选手。你们可以不信，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你们要相信，一个看了星际，对吧？从事了星际，解说了星际，一个二十年的一个人，他的眼光是肯定不会错的。在我的职业生涯，在我的星际生涯里面，我见过多少天才的选手，对吧？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我看了多少的选手，难道我还看不出 Hero Marine 有前途没前途吗？好了，这盘继续憋起来啊。Hero Marine 的打法反正还是比较走流程的，
就反正投下雷前期。左影也是防了一波投地雷，也就这样了，反正大家走个流程，也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三颗雷，还是投三颗雷。好了，一样的，来了三颗雷就运营。哎，他们不信我，我靠！他们不信什么？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妈一个从事了20年，就是星际争霸的人，看了20年的这些选手起起伏伏。他们我还看不出来 Hero Marine 有前途没前途吗？感谢这个 Hero Marine 的一个飞机，趁你妈好打比赛啊！不要你妈的场间发飞机，啊、不是场间打着比赛发飞机，这妈对观众都不尊重的。别跑了，你妈这你都已经炸都炸了，你还不跑？不 Hero Marine 呢？运营暴兵这两件事情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个爆发操作那个感觉。啊，刚才那个躲自爆球还可以，好不好？就没有，就他偶尔能做，也不是常年能做。不，这种选手活的久，你妈你常年做这种操作，什么叫活的久啊？你妈你这话说的，不，常年做这种他妈会断手的，他妈的影响选手的生涯的会。我不都说了吗，你他妈你连断手都不会，你怎么打这个游戏？操作的还可以，真的操作的真的细，真操作还可以。不，这个操作，我觉得韩国的大部分神族都是这种操作。对，韩国选手比较讲究细腻操作。对。又是出门顶了。你就不觉得这个黑龙马运的这波兵又很厚吗？对啊，他永远就是蛮厚的一波兵往前顶啊。我他去截吗？截个。哎呀，我就这样跟你说，要李培南有 Hero Marine 的脑子，他就是顶级选手。我又没说错嘛。是不是嘛？不，顶级选手倒也没有。你只能说，如果李培南有黑龙马运的脑子，对吧？他应该是一个一流选手，就到吕布这个实力现在差不多了。对呀、啊，你让他你妈成为什么马入，我觉得他还办不到。不就接近的嘛？你妈的，难道要一波打死？老子不信啊！这怎么可能打得死嘛？这几波挡的周润挡的还可以，周润挡的不错，这个几波要想靠立场吃 Hero Marine 缩的很好，你吃家里面又要被搞，哎呦这家里面有点烦，正面不管了，直接正面爆挡哦，这拳他多一个一攻的优势，也放走里面混了两个不朽，这两个不朽会不会先被点，黑龙没有点不朽吗？他怎么两个不朽点成红血了？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哎，他早点激活把两个不朽点的，直接一波就打穿了。这个是操作的问题。这他妈的这操作也太二了！雨露均沾，全部打成红血。不，这个操作真的有点搞笑了，不像是一个这个级别选手的这个操作啊。
每次都让你绕呢，哪有那么好绕嘛？哎，他这个绕绕的有点烦啊，这家里面也中了，哎，什么情况 ？all in 啦、啊？他有一点还是蛮像李天南，就不管，切，不管你妈的，有一点真的蛮像李天南的，说明他大局观还可以，有时候真的可以不要管。就被打烦了，其实。巨下都出来了，打个毛。机器了。一比一喽，这这把黑人玩意不会被淘汰吧？有可能被淘汰啊，有什么不可能的？作为你们欧洲一线人族，他们没实力啊，被这个作文操作惨。这作文他没有去服兵役，而是留下来打职业，说明他还是有想法的。是这种东西就试试看嘛。那如果说我试得出来的话，我就对他也是说了嘛，今年想试一下，如果打不出来就退了。能赚到钱嘛？那我就打了呀。不能赚到钱，我就去服兵役了呀，对不对嘛？那以后服完兵役之后嘛，我就可能去做别的工作去了呀。服完再说。像碧云这种，我觉得他肯定会再回来星际争霸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回来也没什么事儿做呀。关键他还有竞争力。对，就看有没有竞争力。这个对，这个有竞争力，这个很关键。你有竞争力，你就可以回来。没竞争力基本上就可以退了。对啊，莫瑞诺的好像最近又不打了。莫瑞诺的好像去打帝国去了。帝国？对啊，帝国时代二吗？对啊，帝国也有比赛的呀，你以为帝国没比赛啊？有的，我知道有的呀，就是说他怎么会去突然他妈去打帝国去了嘛？他们我怎么知道嘛？这种东西，那么飘逸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莫名其妙，是不是你也觉得很飘逸嘛？他的想法。好了啊，决胜局了。不，帝国时代你们也不要说人家帝国时代什么又长又臭不好看什么的，就玩得来的玩家，就他们帝国的玩家看看这种帝国比赛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跟他们帝国时代看你们星际比赛，他们就根本就不懂。那他们自己玩的游戏，那他们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是的呀，肯定这样的呀，对不对？有比赛，一个游戏有比赛，就说明它是有竞技力、有观赏性的。这盘谁都输不起啊！那谁输了什么？这真的被淘汰了，输了就没了。帝国有比赛的，帝国有，有的、那个、有的，帝国有，有一帮人一直在做的。红警都有比赛，对不对？红警我倒还不太清楚，但帝国是有。红警有比赛的，帝国他们有个圈子的。以前的老游戏都有比赛的，你想那个什么 KOF 九七也有比赛，对吧？对，他们有个自己的圈子的，都有的。
来看嘛。我觉得黑人某人的，我觉得他的打法真的还蛮适合普通玩家去学习一下，就对操作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对运营，反正你只要走回他的流程的话，这几个 timing 学会也会。但问题是，他的打法碰到一个基本功一样好的这种神族怎么办？哎，我说对普通观众啊，那你学流程可以学他的呀。他流程真的还不错，投四个，哎，不会被找到了吧？被找到了，这都能找到。本来他这个战术应该投四个火的之后接一个解放者，人都傻了，这都找到了。那你妈照投不误啊？哎，那岂不是可以这样？我投归投，我空的运输机过去，然后你必然你的兵就回去救了，对吧？然后我再，对吧？直接穿你二矿，正面墙上，对吧？有没有道理啊？不要去了呀，他。哎，可以哦。小伙子有想法哦，勾你走，正面直接来，一、二，堵住，三，强烧破口，破不了，这烧建筑太慢了。周恩刚才一个细节很不错，他刚才是企图往前走了一格，然后把这兵一放下，这个细节真的好。防得好，其实正面直接堵住。没机会，防得真的好。嗯，被看到，其实这个战术就很伤了。其实，黑龙马燕在最后一盘选择这样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战术，我们也是没想到的。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比较求稳的那种选手，对，非常求稳的选手。但不管怎么样，他没成功这个东西，我感觉太伤了。我感觉这个黑人马瑞已经走远了。哎，说起小菊在干嘛吧？还在打吃鸡吗？小菊在打吃鸡啊。还职业选手吗？职业选手啊，他加盟那个 CM 了呀。啊，那么猛啊，小爵啊！小爵是在 CM 对吧？打替补还是主力啊？这你妈替补啊？不知道呀，不知道是替补还是主力。我知道他去 CM 了，他们说是板做助教去了，去哦，就替补嘛，反正就肯定是替补。哎，小爵也打不出来，我靠！哎，这个可以啊、哦，连那个一起烧掉刚才是，哎呦，他有那个有电池，哎呀，这个多线，哎，你妈这个追猎还有四个追猎这样打，正面强吃，你不一定打，你吃那个哎，啊，他怎么在打这个东西？打他为了打个兴奋剂，哎呦，啊，刚才肯定是坦克的，你对。你打个兴奋，现在兴奋剂升的比以前快了呀！妈，昨晚这几个波，这个这亏大了，这几波，我觉得就有点二了。妈的，这还被哨兵，这几个火车转翻了。那这波推出怎么守吗？这波推出啊？这兴奋剂主要现在升的比以前快。我觉得这个局面，除非周恩能够快速的去出一些 AOE 的单位，什么自爆球啊这些东西，不然的话这个局面很难挡。关键 Hero 现在就憋就好了，憋到兴奋剂也好，直接就出门。小爵以前打过星际，打过的小爵。他以前是职业守门人，好吗？小爵打的还可以，有段时间。哎呀，你妈的，被东本这种你妈二本提速毒霸滚死，你说个毛！不，有段时间还可以。东本这波怎么打进去嘛？那上面两个坦克，下面再两个坦克。立场，我承认这个作用的确还是做的啊，不错。哎呦，这几包轰在这个地面上好痛啊！他要强吃啊，这把这怎么强吃啊？
你换两个白球就了不起了呢。哎，前两天那个 B 站有个 UP 主发现个 bug， 你知道吗？啊，什么 bug？ 就是你那个幻象嘛，啊，比如你换一个虚空对吧？啊，然后你用那个对压炸弹炸了，炸对面的部队，就炸完对面的部队，对面部队不就解防了吗？对啊，炸到虚空身上嘛，就等于不幻象是，你就然后那个幻象就有攻击力了。真的假的啊？真的呀。那天我前两天看那个发现个 bug， 这个 B 站 UP 主还做了个实验。哎，怎么 Hero 就感觉被打回来了这么打？不 ，Hero 因为人口领先的呀，这怎么打得死吗？就以后我们打二 v 二就可以这么打，妈的就他妈的你，我造二，比如说我造二十个哨兵对吧？我造三四个，就三四个渡鸦了，就换一波虚空，你就配着我出去。可以。然后你炸完我们就用虚空去干他。虽然跟第一盘打法是一样，他是直接是停科技爆兵的，所以说他的兵特别多，但是没有科技。我们下次就这么去打，妈对面肯定傻了，我们战损都没有，爽的一逼。哎呦，没炸到，还行还行还行，就这一拳呢啊，直接一拳要怼死，啦打死了打死了。你让黑人某人怼到这个局面，基本上没救了。自爆球也不能创造奇迹啊。我自爆球是可以创造奇迹，但是黑人马云这个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的。嗯。好了，二也不容易啊啊，二比一也不容易。那周恩的这个小。海选也没出来啊，不有这个 bug 的。现在这个 bug 就是说你的渡鸦只要能够把别人的那个甲嘛炸到是负数就可以了。就别人只有一级甲，你炸一下，你炸一下不是负二嘛？对啊，只要是负的，你那个幻象就有攻击力了。那就正常的攻击力吗？还是怎么样的攻击力吗？我不知道，很猛，反正。应该就是跟正常，那你妈就正常攻击力嘛，那就是应该就正常的攻击力，你就换虚空，然后换你妈一屏幕虚空跟他冲过去，不是白球还不能够一屏幕，就白球你就卡着嘛，然后别人就觉得你妈是真的，然后就举报你作弊。是的呀，你妈的，你跟他打，你妈打半天，他你妈的，你一点战损都没有。他们说负极点就是极点攻击力，是吗？我也不知道，有这个的呀。我跟你们看呀，那个 B 站有个 UP 主做的呀。你给他们看，给他们看，你看。我跟你们看呀，这个 bug。我跟你们看啊，我跟你们看这个 bug， 你妈的，这是那个 B 站 UP 主发现的。如果是他是零房的话，那减三房，那可能有三。你看嘛，你看嘛。你现在看啊，这是渡鸦哨兵嘛，你看嘛，对，他拿个巨像去扫嘛，看吧，这边不见血了吗？就他把他甲炸了之后，他就见血了。他幻象巨像，你看到没有啊？但是问题是，扫那么多下才，他妈你不要，你可以，你看他是妈换那么多过去。他妈我也可以换那么多的呀，我这哨兵存满十个哨兵，那你试试看吧，那么多你试试看吧。那倒是，妈对面人都傻了好吗？是不是嘛？你看这个消失了就不行了，这个就扫就不算不伤血，他妈这个绝对会被举报，我操，是不是？说的也没什么错，但是这个攻击力呢，攻击力好像有点低啊，是有点低，你自己看嘛。长官请讲本集攻，攻击力有点低，是真的。我们会永远效力战况，攻击力好低啊。他们说三就等于是这样的，就三攻对吧？
就等于三有三三勾，然后你不是那个巨象不是扫射嘛，有两下嘛，就是六三三加二等于三乘二等于六嘛，六勾，就差不多嘛，这攻击力有点低，对吧？哎，这战术没用，我告诉你，妈很蠢。我们可以去秀呀。In bracket number one, we were taking a look at that low bracket. 他的意思等于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样的。就第一个，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幻象的东西攻击力是零，你不是变成负数嘛？你负一，它就是一点攻击，估计是这么计算的，对吧？啊，对啊。而且这个是穿盾的，无视那个盾，你看到没有？我觉得这个 bug 修不修复都无所谓，因为一般人不会用。不，只有二 v 二才用得出来的呀。对，正常不会用这个 bug。二 v 二才用得出来。And doesn't feel like I get into the game as much as I do against European Protosses, because they play very very differently. I wouldn't say the Koreans are necessarily better, like the strategy is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e European ones, but it has. 下一场休泰姆赢了没有？休泰姆赢了，下一场是休泰姆对欧洲小绝黑肉玛丽。就德国人总归就要出一个，对，因为他们的这个 ID 太长了，所以说我只能写他是小绝了。那不是很惨？你妈德国双星，然后双杀了 AX 两个人，那怎么办嘛？这你所以，我跟你说 ，AX 他们其实也不强，就这一届就是你们重在参与，也不强。Everything sort of played out as we expected, but it was game two when you went for that five racks all in. It didn't work out. So, talk to us about what happened on game two. On game two, he made a lot of stalkers. Maybe I shouldn't have committed with the medevac. 其实大连姐姐真人看脸也不大的。In the first game, I 长得不好看，妈的跟脸大连小是没有关系。说白了就是你妈她长得不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妈找个说法。也是吧。大连姐姐这种。